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发动主播哗啦啦，我把大令夸一夸，老国圈子国旗令，拥有粉丝一大群，娱乐圈里做表率，最有才的星二代，大令成长成名路，听我给您来讲述。大令故事来爆料，好多网友不知道，芝芝他爹很厉害，很受观众的爱戴，相声界的周星驰，誉满全球谁都知。大令虽然很优秀，身世却很少透露。娱乐圈里无人比，混得风生又水起，圈内资源非常多，听我接着给您说。拥有人脉和资源，想不出名都要难。大令快速的发展，听我给您说几点。靠着父亲的光芒，背靠大树好乘凉。父亲才华很出众，经常去参加活动，有时会带上大令阿姨叔叔任一群，小小年纪懂交际，今后发展路电梯。靠着父亲还不够，大令自身也优秀，良好品质来展现，家庭教育看得见，拥有很好的家风，温良恭俭壮心中，自相奋斗和独立，统领人中无人及。因为家教非常严，大令非常的健谈，父亲基因来继承，大令自己也聪明，没有因为星二代生命良机和败坏，从小生活很独立，自律程度数第一。大令自身很努力，娱乐圈里无人及，相声演员的出身，各行各业去打拼，演艺圈和娱乐圈他都表现不一般，混得风生和水起，圈内圈外无人比。头顶父亲的光环，父亲身教和言传，虽然早早不上学，刻苦努力做人杰，除了相声不一般，跨界去到演艺圈，演艺事业来转战，获得好评一大片。拍摄电视《庆余年》，非常幽默和健谈，让人喜欢。大男孩常常逗人笑开怀，当年减肥不轻松，如今逆袭也成功，减肥成功变得帅，深受粉丝的爱戴。拍摄电视说相声，各行各业参与中，综艺节目也参加，精彩表现人人夸，相声人的幽默感让他表现很抢眼，最强走向了更强，艺术人生放光芒，温文尔雅和单纯，生子当如国旗里那个国旗。回来年三四在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浪费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作歌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因歌曲的走火孔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欲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问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后，因令花太紧张被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民族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的第二期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